给，这所有的明细，看。罗红梅素一天打8瓶，骗谁呢？8瓶得对16瓶吊针，你往死里打。 还有这活人法令1天5瓶，你真当咳嗽糖浆喝了？你不怕全身溃烂、七窍流血？啊，小雪，报警！这明摆着有人诈骗，这边查查这医院的单子都谁给他开的？妈的，一锅端了，骗烦的没医生好欺负。啊。我可能拿错了是吧？我看看啊。你这单子别拿了，这单子里所有的明细我记得一清二楚。 12月14号，光青霉素打了8瓶；12月15号，庆大霉素16瓶；复方氨基酸24瓶。这可是十几个人的药量，你弟还活着没死呢。就是，你以为你可以毁尸灭迹啊？人家可是医生，天天看这种东西，背你那几张纸啊？小儿科，我根本都不用背，他那些单子的序号我都记得呢。 一会儿我就去医院查原始凭证，这可都是电脑打出来的单子，我还真不信了。我不能把你掐榨的那些钱吐出一半来，咱们就卫生局见。没错，卫生局见。你弟弟一天打16瓶吊瓶，那不成注水猪肉了？行了行了，后面省了啊。